激死咗你阿 Sir，你就開心。咁啊，激死你不嬲都咁乖嘅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二字大国际》第四堂，系做紧功课嘅。鬼知你有排未得咩？唔系，我系勤力啫，冇乜嘢噶。好啦，第一件要 check 嘅事就系上个礼拜到底你系要弹边两首歌咧？可唔可以重晒一次啊？重晒一次啊！要弹边两首歌咧？最好不过。又话唔记得咗？记得啦。仲有一首咧？歌名，唱嚟听下。唔记得歌名。咁你记得啲咩啊？你开俾我，咪识弹咯。好啊，个真相就系咧，我唔记得咗。啊，弹咗最好不过先啦。嚟，成首喎呢个。叮嘱我小心，千句万句，看顾在身边，一岁有。哎呀 ，E7 点揿啊？错，咩？错 ，E7 系啊 ，E minor 嚟噶。嗱、啊，上两堂就系咁嘅情况啊，好愤怒啊！你 suppose 应该要记得，唔记得呢咁简单嘅 code 点可以唔记得？有一下唔记得咗，而家记翻啦。我噶，做乜咁啊？可以唔记得噶？哇，你爆粗啊，唔借你口章都唔得喎，大佬。唔紧要啦，都冇老师睇。嚇你唔係啊！我要講一個好恐怖嘅消息俾你知。之前我有一條片啊，都喺搞屎棍嗰邊啦。咁我送咗一件會絕交嘅手信俾我學生。哦，我知啊，有睇。我嗰個學生喺學校俾老師知道咗，因為佢嗰啲同學喺班 group 度 share。班 group 冇老師㗎，放心啦。希望你可以安全。唔係應該係話，其實都冇人睇你。余生都不會掉低我。喂。B7 啦、啊，呢、這个唔使上两堂，上堂就已经探讨紧 B7 啦。呢个系 B， 咁啊，错啊，唔识我咯。教吉他系应该加人工，好辛苦啊！你明唔明？同一样嘅嘢咧，你要重复讲好多次，然之后你都唔知边啲系现实，边啲系记忆啊。咁，然之后点啊？然之后净系呢两个啊嘛？呢两个？咁你又爆？呢、这个隔开，呢、这个落去，系、啊、啦、本身今日系最后一次拍片嘅，但我怀疑要开个系列俾你。吓唔使啦，咁样太 nice 啦。余生都不会掉低我，全因有你。嗱，濑嘢啦，呢、这个 C sharp 我上个礼拜同埋上上个礼拜咪话佢写错咗，其实系 C 咯，人哋呢度。一個八入面一個 cord 啊嘛，咁咪即係四拍咯。你有冇練啊？有啊。咁點解會唔記得嘅？練都可以唔識噶嘛。唔識練個 WhatsApp 我啊。WhatsApp 你都唔復人嘅，得啦，識噶。真係我噶，你唔好搞啦，又拎唔到，又要扮嘢。第二段。嚇？點解嘅？追漲啊！当我又出走，从来没追究。呢个有唱过咩？有周柏豪啊，定系我啊？梗系你啦，周柏豪点会冇？一样啫嘛啲 chord。我唔识呢个。边个 ？G B 嘛。依家先问，重复咁多次。咪呢个咩？好唔好啊？当 B 嘛嚟弹咯。系咩？系啊。咁 D D 7咧？D7 咯 ，D7 点揿啊？上个星期嘅事嚟嘅。唔系 D7 咩？错。咁啊？胡闹啊！系啊。弹边条先啊？四咯。啊，可唔可以弹多次个 E minor E 嚟睇啊 ？E minor。转啦。上堂点讲啊？你冇讲过呢个真系。系咩？我讲啲嘢俾你听。上堂我唔系叫你弹啦，因为佢系加多一只，加多一粒音，可以令到佢变成 E 啫嘛。咁我系咁揿咩？E minor E， 你话呢？吓、啊，但我啱啱都唔系咁揿嘅，又话啱嘅。你听埋先，然之后啊，我话因为加多咗嘅系呢粒啫嘛，咁所以之后系弹呢条，然之后咁我一开始个 chord 已经揿错咗啦，点会识揿呢个？你一开始揿 E minor 啊？我 E minor， 跟住我个 E 唔系咁揿。你点揿啊？我个 E 揿呢三条。呢三条。荆棘困难撑得过。喂，又话有链，点解仲水喎、啊？上次冇啊！磨练过，劳累过，回家最好不过。唉，除咗你唔记得嘅嗰啲位，同埋嗰啲八
chord 唔係全部響曬之外咧，其他位置都收收地貨嘅，非常好。仲有嗰首係咩話？記得啦，我記得先嘅，係咪？我記得係側田啊。是命啊！使乜夹啊？夹一啊嘛！算啦，唔好夹啦，唔记得上头好似真系发生过，算啦，唔好夹。你夹过噶喎？系咩？系夹一嘅你话。我夹一啦，因为太高音啦。得噶，夹三啦就。系啊，夹十二一分。好啊，冇问题啊，你唱。夹十二即系等于冇夹过，其实系记唔记得系点弹啊？弹嚟听下先，我唔唱。唔系咁咩？我咪翻咗上个星期啊，点解又要再讲过？下次唔使啊！你咪真系需要第二日啊？唔使啦，唔需要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有印象未啊？点一二三啊？嗱，我又示范咗个揿电话。我剛才才剛才說什麼線，為什麼我會聽到一條一線的聲音啊？我剛才都沒彈過一線。喂，你不要這樣。看完了。手指弓，手指弓，食。哎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真的確定兩隻手指在同一條線上面真的會有個這樣的確定？是啊。我問你嘛，我都不識。用個腦想下都知道不會，這一下真的。因為你按得不實，所以你看。按不實。你不是按不到，你是亂得少，你是按到的。在你最著弱的那頭一個零月裡面，你是按到八chord的了。最著弱是啊，你而家突然收皮咋？唔系啊，我唔系突然收皮嘅，个半月打后都已经系收皮状态。keep 住练，下堂我要听到响嘅。我唔见咗呢嚿嘢。带晒啊，唔好夹咯，下堂冇嘢噶。好啦，夹啦。夹屁，同埋你唔见咗呢嚿嘢冇妨碍到你练有妨碍。冇啊。个声都唔同。他刚才大约练习了五至七分钟左右，然后他说我弹不到了，放弃了。好啊，我还没练习。怎么可以这样抵毁你的学生啊？你吃屎啊，他才没 OK 的。没 OK 就这样抵毁你的学生真的过分啊。哎，现在的老师真的不行。哇，我好嬲啊。我你中意啊？你中意啊？你话点啊？点啊？系啊！又唔道歉，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。唱歌，有啲唱歌啦。反对就哎呀！你唔好唱住啦！唔该你，唔该你。嗱，冇啦，冇嘢，啱，你要练下。系咪谂住提供一个捷径俾我？唔系，我唔打算提供任何捷径。啊，唔该你啊。不得听啊！嬲啊！你做乜啊？嬲啊！唔该你。唔好唔该。我下次练翻俾你啊。你 F 撳翻 Open Call 啦，頂多 F minor 啩先至用翻佢。哇，咁咪仲難？你咪好過你撳到咯。哇，都好難考。我係唔會放棄噶。哇！一摸機就見到啲真係好正面嘅，永遠摸機都成日見到啲好正面嘅嘢。你成巴鬼咗條鐵，仲要打埋過第二格咁響屁咩？我打唔到啊！不好意思，繼續練啦，花要繼續練。係啊，繼續練。唉，今堂俾你嘅嘢係咁多先，你睇下，同上一堂俾你嘅差唔多。唔係。係啊，你唔係啊？激激激激死，激死咗你阿 Sir， 你就開心。咁我激死你，不嬲都咁乖嘅人。
好啦，大家可以體驗到呢個吉他老師嘅職場嘅感覺。佢特別奇怪，係你啊！啊，記得訂閱 EG 大個仔啊！咁然之後就 share 啲影片出去啦，啱啊 ，share 出去啱啦，話俾更多嘅人聽條友。次次都擺我精神時間房啊，唔係次次都擺我時空裂縫。逢星期一、星期四出片嚇、啊，特別多謝 Crystal 姐。啊，好 nice！ 我好希望呢條片唔會有下集。拜拜。啊！